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二蛋。今天又来咱以前捡螃蟹的地方，咱看有螃蟹吧。这个水面反光啊，今天这个海水是绿油的，真好啊。那啥，那个正好就是潮也全退下去了，石头全露出来了。这地方我估计螃蟹应该不少，咱直接就过去捡去，咱看能有收获吧。走着。这底下这也太滑了吧，这全是那种泥。这个有吗？哎，小螃蟹不算大，也是个小螃蟹，张牙舞爪的。我有夹子，我怕你啊！真是，你跟我横。咱再找找。缘起、缘生、缘灭，螃蟹来，螃蟹来呀来，来呀来，小螃蟹，哼，收下收下。今天，哎呀，不枉我大清早出来，说话还可以哦。行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个烂石头滩是真的难走啊！哎，这怎么还一白筐呢？破烂筐，谁呀？这一打鱼扔的，应该是垃圾，咱一会儿带走它。哎，一小螃蟹，小梭子蟹啊！这应该是开鱼，这不开鱼期了吗？9月1号，这开鱼。然后那个，他们应该是嫌小不要扔这边的，爬这来了，真是。哎呀，财大气粗，咱把这破筐拿走。哎呀妈！哎呦，这人家打鱼的不要的那个啥吗？这打鱼的不要的那螃蟹吗？天呐，白捡的吗？这是臭了吧？应该没抽吧？看来有点没水分了，应该没抽，不过都烂了，腿都没了。行行行，拿着吧，这反正人家也不要了，咱拿着吧。这筐都漏了个洞，真是回去补补，这筐还能使，干嘛那么败家？咱先放下这筐去，走。哎呀，大清早的就来逮螃蟹，潮开始慢慢退下去了，越来越低了，越来越低了。哎呀，洞里会不会有啊？这洞里，这洞里一般有海螺。洞里，看不戴眼镜不往里边去了。这一个又一个修身养息的，哎呀，还得慢点儿。又是个大海虹，我从最开始的很惊讶，到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也是一种成长哈，大海虹夹着我，能夹到我这个铁杆子，我天呐，太可怕了！走，咱继续找找，收下这个大宝贝儿。哎呀，上来了啊！这人活着真是得靠个精气神啊，老是感觉困。今天早上5点半就起来了，昨天晚上1点多睡的，精神不大好，逮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啥，中午头我一看中午头够吃的了，我就不逮了。给大伙儿看一下那个逮螃蟹的收获吧哈。这就是我的收获，海虹，这不海虹、海白，有的还跑了。你看这海虹、海白还凶呢，有的就死了，时间久了，还有在那个破筐里拿出来那几个死的。行，那个什么，今天视频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啊！喜欢我的记得点关注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